不是说要孩子懂事，他们马上就能懂事的，也不能说他们长大后自然就会懂事的。首先，孩子本身必须理解为什么需要懂事，因为只有真正愿意的孩子才能认真地学习和累积经验。越懂事的孩子越懂得维护自己的生命安全，这也是很多父母不知道的事情。其实啊，培养懂事的孩子和教育孩子远离危险的基础是一样的，而且以生命安全的内容要孩子懂事的意愿比任何教育来得更有效和更有意义呢。如果你想了解懂事和安全有什么关系，或者想了解安全教育如何使孩子懂事，你可以联系 016-323-0384。